君妖，大王，啊，宁香，宁香，原来是你啊！是不是你姐姐惦记孤王，叫你放孤王出去啊？宁香啊，你要救孤王出去，孤王不想留在这鬼地方。 你是妲己的亲妹妹，你一定有办法。大王，你放心，其实文仲几位大臣已经全部在宫外等候，这次臣妾来这儿就是接大王去见他们。真的？不过大王，你一定要答应臣妾，他日你一旦重掌大权，首先就要平息战事，然后向姜子牙大军投降议和。因为姐姐她正在不断抽调壮丁，上前线。 死伤实在太惨重了。行行行，没问题，国王答应你。还有，我希望大王，你要赦免以往被你监禁的忠臣。行行行行，总之你叫国王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打仗就不打仗，要放谁就放谁。现在我出去。